也是小小价位开的，满意不满意你自个看。又是一个滴滴摸摸的小膈应脚，还是给粉丝找，但是品质很高。来，镜头过来跟你们看一下皮壳，膈应脚的料子都会发现油性非常足，然后皮壳非常的油润，包裹非常紧。这里边给你们普及个知识，第一，这个料子是在玩什么？因为它翻白雾了，看到没有？翻白雾的料子打开应该是特别纯的。然后再给你们普及第二个知识哈，压灯看这个脱砂的位置已经到高冰了，而且是非常纯的，应该是带点底。但是这种料子，黑皮的料子，它是泛绿的，这在很多很多直播间或小程序，它会告诉你们啊，这是个色料，赌色的。这种东西打开它不是色的啊，这种绿是皮硬下去的，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看到没有？这种欺骗性是非常非常高的。这个东西薄什么呢？啊，薄它底子灰不灰？薄界面，薄一个高品质的随行挂件，156克，完了之后小价位开的，这个东西也没什么风险。废话不多说，飞驰出品呢，简单粗暴，光说不练，纯属胡来。现在开稿，搞给你们。好了啊，小小的膈应脚也开完了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冰清底，对不对？肉非常细的焦块，唯一的毛病是有点什么呢？稍微有一点点灰，但是也是小小价位开的，开成这个样子，满意不满意你自个看。好了，飞驰出品呢，必定精品，喜欢飞驰的双击关注，爱你们。